Hello，大家好。那很多客户找我们招聘类似 admin 或者 office assistant 的时候，他们会跟我们说啊，你看，多照顾你们生意，给你们那么简单职位招聘。那每一次我都会很认真告诉他们，招聘一个好的 office assistant 或者是 admin 啊，那简直比招一个 CFO 难度还要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行政岗位人员，他们的工作要做到事无巨细、井井有条，并且不漏不错，可不容易。后方不稳呐，前方的团队也会方寸大乱。拥有一个优秀的行政团队，可以让公司团队更高效、更顺畅的运作。麦肯锡晋升法则中的第33条提到，要取悦你的助理和后勤支持团队。可见，能把行政岗位做好的人，对于领导、对于企业有多重要。和大家举个我们帮客户猎聘过程中真实的案例吧。听故事前记得点赞、收藏。上周，一家大型的 local 品牌地产公司进行了新一轮的收购扩张，从而需要更多优秀的 team member。因为是长期合作老客户，我们也非常荣幸的独家受理这次的招聘。最紧急招聘的就是 office assistant 的这个职位，原因是他们公司销售团队每个人的业绩都非常的好，每天的业务繁忙，需要一个有6年以上地产经验。英文口语书写能力都很强，客服能力强，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高节奏高压的工作环境中做到截止日期之前出色并无错误地完成所有的工作。那我们的猎头呢，负责这个职位招聘，在2天之内通过 approach 各种方式的 approach 找到了一位非常合适的候选人。他总共拥有7年半的相关经验。那他刚毕业的之后呢，去了一家模特经纪公司作为前台，所以他对着装审美，在职场怎么穿的 professional 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之后的7年半呢，在二手房的地产中介，在很多大的牌子连锁店，包括 boutique agency 呢，都有做过 office assistant、admin、receptionist。Team support 这些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他不光可以很好的 greeting customer， 然后知道他们的需求，也可以帮助所有的 sales 把他们的 listing 上传到 REA domain 的后台，并且实时更新这个 listing 房源的这个信息，然后包括他还可以非常擅长的把客户的名字记住，以至于哪个客户应该转电话转到哪个销售的电话上呢，他都可以记得非常清楚。包括今天哪些租房的租客要来拿钥匙，或者退房的房东要转接一些文件，他都能把人名都记得住。所以呢，他是非常适合做这个岗位的。而且他还可以帮助recruitment team in-house 的 HR 去做一些 onboarding 相关的一些 documentation。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非常 attention to detail， 所以他几乎在之前工作中没有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所以就是说，这个人在面试之后呢，虽然客户在我们递交这个候选人之前啊，也是很快的找到了一个有相关经验的，当然经验没有这个候选人足，可是他们愿意按照我们这个候选人的经验背景以及能力 customize量身定制一个新的岗位给他。所以我们也看到啊，优秀的人有相关经验的并且综合能力较强的，是可以让一些企业的雇主独立开放一个职位给到你，并且呢，他们给的预算也远远超过了他原来开放给我们猎头的预算。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在职场有一席之地啊，还是要努力工作，努力提升自己的相关经验技巧，把根扎得深，你才能有实力谈判薪资。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家成功的企业最大的财富就是它所拥有的精兵强将。一个公司里每一个岗位上员工都有它的价值所在。所以看完这期视频，希望老板们可以更好的取悦你的行政团队。当然，如果你们想招到不错的有经验的行政人员，也欢迎私信我们哦。拜拜，下期再见。